小心！先说好了啊，待会儿除了起神珠，什么都别碰。嗯。嗯。丽萨，看一下那边写的是什么。这是楼兰王傅问礼写着，他在韦昌道70年，活到了86岁高龄。 他已等神信徒祭祀，以祈神珠作为陪葬品，等待神的接引，获得永生。果然是冥神的信徒，祈神珠一定在里面。Are you ready？ 我都等不及了，来。 把草人埋在地下，草人就代表了爸爸。那爸爸还会回来吗？小聪，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司马聪，司马聪，司马聪，wake up！司马聪，wake up！拿到祭神珠。